也是站在我的岗位。说让我跟你说说，必须离开刑警队。哎呦，得不提这档子事儿了。这次射击比赛你还得参加，听说保安口推荐了一个，是当特种兵的，你不去看看？我知道你手上有案子压着，我也不难为你，可你总得当个射击评判吧。嗨呀，板上钻洞的事儿谁听不一样？那你也得去看看。哎，江队，那个倔丫头怎么样？谁啊？周芳啊。嘿，江队，嘿，这个周芳啊，在我办公室里泡起了蘑菇。哎，我看这小丫头还挺机灵的，就是胆子小了点，哎，磨一磨，练一练，也就出来了。那天田局也让他给摸得没脾气了。江队，正好你那儿也缺人啊，哎，看看再说吧。哎，江队，啊，结果出来是淘金图，辨认照片发出去没有？啊，发了。公共汽车票查了没有？他们正查着呢。哎，我说江队，你们抓紧时间查，千万别误了竞技比赛，啊，听见没？啊，知道。走。哎。
这个是妈妈送给我和姐姐同样的护身符，上面都刻着我们的名字，我们都喜欢拿着对方的。这个是姐姐的，我的在她那儿，说是能逢凶化吉，消灾避难。看着他，我就想起了妈妈和姐姐。等我找到姐姐以后，换回了我的那个护身符，我就把它送给你。算了吧，还是让她护着你吧。我有了你啊，就什么都不怕了。还是让护身符保佑你吧。你们来了，大爷，又来麻烦您了啊！又为这事儿啊？哦，这是啥呀？您呢，好好看看，您在车站年头长，嗯，这到底是不是今晚的车票？嗯，像，差不离，有点像，都踩成这样了，我看不准呐。大爷，您再好好看看，有没有专家能认出来的？哎，专家啊，我就是专家呀，那也说不准呀。拿回去吧，你们。谢谢您了。啊，不谢。再见啊！你们大伙儿，你们大伙儿给我评评理呀！我那儿子不明不白的死了，公司就给了2000块呀！他经理脚下的一双皮鞋就值3000块，钱都让这帮爱抢嘴的给贪了，这天价还有没有？哎呀，别哭了，快起来吧！啊！剩下我一个人，你这我不起作用呀！不行，我要告他！好了好了，你起来吧啊！行了，那边就是信访。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您不是要地状子吗？是，我要告他！我这有状子，同志你看，我这有状子。真够可怜的，这是不是啊？啊！您别在这儿了，影响我啊！再说我们头也不让。我给您送去，给我递上去啊！嗯，他给他送去。谢谢。好了好了，大伙儿别围观了啊！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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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吧走吧。哎呀，散了。这是。这已经是第八封了，我们已经送到有关部门了。你去告诉他，这事情得一件一件的落实啊，我们信访办也办不了案呢。我们这里只是个传递部门，你让他去找该找的地方去。老来这里闹事儿，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。这好像是封血书啊。血书，这种东西我们见多了，见多了也就不觉着怪了。这天下呀，受冤的人多着呢，哪管得过来呀？你是不是以为我太冷漠？没办法。我要是动了情，我还能坐在这儿吗？那你坐哪儿啊？哎，你这人挺较劲儿的啊。我这工作你没干，干了你也一样。我们这申诉材料多了，你要吗？要你全拿走。我要。你，哎，你真拿走了？哎，回来。三姐，牛的不错呀。当然了。哎，今天查的怎么样？好像是去金班子的车票。能肯定吗？嗯，那老头说可能是因为车票被破坏的太厉害。还有什么情况？哎，没有了。哎，一、二、三，嘿。让那个卖鱼的网管得来了，我迟早收拾他。
来了。怎么样？你怎么还在看这些东西啊？啊，我看这些挨枪子的，是不是真的该挨枪子了？哦，你是说那些告状叫冤的？嗯，我负责那一片啊，每天都来不少。这箱子都是吗？嗯，有的带了很多份，是从乡下来的，看我穿着保安制服就往我手里塞，让我往上给送送。有的我给送上去了，有的重要的我还都看了。那些人干的坏事啊，你想编都编不出来。哦，丽丽回来了，我想请她吃饭。她去哪儿了？病了，去看病了。哦，是什么病啊？别问了。哎呀，真够惨的，你整天看这些东西恶心不？恶心才看呢，你真有病。大姐，你说我现在像个刑警吗？不像，我看你呀，像个跳舞的。我像个跳舞的？我看过一本杂志，上面有个女孩长得真像你。那本杂志在哪儿？在我家呀，明儿我带来给你。那你明天可千万想着带来。嗯。怎么样，大姐，现在像刑警了吧？我看你呀，根本不像刑警，倒像个小流氓。就你说我不像，白小林、张岩都说我像。他们那是讨好你，那帮混小子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他们在打你的鬼主意，你还不知道。嗯，哎，大姐，你说我怎样才像刑警呢？你以为学会抽烟就是刑警了吗？可是他们都会抽烟呢，江队不也是抽吗？那是他们故意学的嘛，有时为了一个案子几天几夜不能睡，那是熬得没法了才抽的。你瞧你手指都熏黄了，以后我要再看你抽烟呢，嗯，我就不理你了。谁让你说我不像了？嗯，周芳啊，刑警可不是能模仿出来的，那是他们干出来的，磨出来的。大姐，那你说说我什么时候能磨出来呀？你呀，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正公办。刑警的样子好看，你瞧江队长整天拉着个脸儿，他眼睛看人呐，像刀子扎人，这你喜欢？哎呀，大姐，我就喜欢这样的。你看江队他们多神气呀，多帅呀，坏人看见他们就害怕，这呀才是真正的警察。你要是用江队那个眼神看我呀，我也吓跑了。哎呀，大姐，嗯，仔细看看，啊，嗯，好好看，看清楚了，有点像歪瓜子，歪瓜子，啊，如果我看了本人的，我才能认出来。你说那歪瓜子是不是金湾子那歪头吧？不是，这个歪瓜子呀。是个收纱巾的，很有钱，手下有两个保镖，手挺利索的。哎，对了，他脖子下后背那块有个烟头烫的梅花。嗯，你看看，就是他。你认识他吗？认识。怎么认识的？去年冬天认识的，嗯，当时我呀，我有点货，
天虎找的我，是天虎介绍过来的。出了货以后啊，我们一块儿洗了桑拿，他那俩保镖啊没洗，在门口站着。那俩保镖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哎，都戴着墨镜，1.8米。哎，这跟他差不多。知道他们俩叫什么名字吗？不知道。你再想想，在金湾子有谁认识他们俩？我再坦白一件事儿行吗？说。刘麻子那四个手指头和脚筋呢，真不是我弄的。您说，我就为那点金子，我值当吗？我傻呀我。哎，又想翻供是不是？嘿，我蒙您，我是您孙子呀。我当时进的时候他已昏了，他睁眼看着我啊，以为是我呢。别伤心了啊、哦、好了，别哭了。你过去认识他吗？不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让你过去，我看着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好了，没事了啊，别哭了。楠楠，王妃她来了吗？她快来了。是别叫皇妃来了，她都知道了，我实在没脸见她。楠楠，还是你好，你多有福气啊！你看看我，没事的，大医院能治好的，别哭了啊。他们简直不是人，他们太残忍了。娜娜，你看，三姐，还收拾那小子吗？别急呀、啊，这事儿得干得干净利落。这小子也是个渣子，要废就废到底，别让他再找机会反咬咱们一口。三姐，有人找您。谁呀、啊？金湾子那个彪哥。彪哥，我投的那30万股也在里边。嘿，我金彪办事儿还没出过岔子，不就是100万吗？三姐，你上次给我找的那个妞可真不够味儿啊！我看上的那个，能不能今天让我带走？彪哥，我知道你说的是谁，不过他人现在不在我这儿，要不我再给你找一个。我就是看中他了。彪哥你放心，过一段时间我一定把人给你送过去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我乔三说话你总不能不信吧，晚上到我歌厅放松一下，漂亮妞有的是。好。周芳现场拍照，他露了一小手，王文说比他拍得好。哎，那你现在可以发起总攻了。你说我和周芳？对啊，只是偶尔打个小伏击，
在警校时间这么长，我真的没有摸透他。哎，他爹是真的吗？听说他父亲死了好几年，他对他们家的情况从来不清楚，和他一个宿舍的女生都不清楚。碉堡啊，最容易从内部攻破。哎，江队，江队，啊，他清明。哎，连在这卖了几十年票的老头，我都问了两遍了。我是问你们是不是去金湾子的票？他们说很可能，对吧？我跟我走。师傅啊，找我吗？您啊，能不能把这车门打开一下？干嘛？我们想看一看。啊，看吧。来看吧。这种票你们还有吗？啊，这种票我给你找找看。哦，你看啊，我这还有一张。来，去金湾子的车，这票都是统一的吗？去金湾子的车票不是统一的。这种颜色的票去金湾子的车都用吗？这种票不一定。你帮我看看这个，我这有张票，就是号不一样。没错，这票这票就是我车上的。你肯定？没错。把照片给我。好。你看看这个人你见过吗？哎，见过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你可看仔细喽。那天他们一共三个人，上车的时候，满脚都是泥，上车的时候我还让他跺跺脚，对了，歪脑袋，看样子，他很有钱，好像是挖金子的，上车扔给我30块钱，还问够不够，我说够了。好了，谢谢你。哎，不客气啊。知道怎么问了吗？哦，知道。走吧。江队，我们今天算是服你了。我让你明天下午去找一下那个司机。江队，你停车吧，我现在就去。可你一天还没吃饭呢。我不饿。江队，停车吧。江队，我走了。抓口吃点饭啊。先生，哎，我这仪表盘老有个灯亮，老亮着，是往您的车亏机油了吧？啊，哟，这我可不知道。您多长时间没加过机油了？您的车？哎呦，这是不归我管呀，都是司机的事儿啊。嗯，哎，嗯，你怎么什么都拔呀你？我看看机油。确实亏机油了，
啊？这真的缺机油啊？嗯，您是行家啊。行了，加了机油就好了啊。行啊，小伙子，干什么的？保安公司的。哦，哎呦，你这手艺，那不没用了吧？哎，给我个地址，这是我名片。有事打我手机。我没地址。那我怎么找你啊？找我？我档次不够吧？哎，小伙子，你这话那可就不对了啊！我这人呐，那看人相当毒。你既然不愿交我这个朋友，那我别白麻烦你啊。给，这么点活儿，值不了这些钱。我走了。哎，嗯，小伙子，瞧不起我？哼，我瞧不起钱。那咱交个朋友吧。那好吧。龙飞，真的啊？当然了，你看啊，等以后咱们有钱了，专去那些高档商店。我才不稀罕呢！跟你开玩笑，别当真。哎，不过等我学会修车呀，咱们日子好过。我说你房里有那么多修汽车的英文书，我还以为你是装样子呢。瞎学水平不高，骗骗你还行。我也会一句。嗯。I love。过。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！哎，快！怎么了你？金彪来了。在哪儿啊？在里面的包间里。别怕，有我呢。就是。他不敢动。丽丽，你别想那么多了，总会过去的。你不用考虑钱。我们会帮你的。对，那你都跟我说了。这帮畜生都是一群狼心狗肺的东西。他们要真长得狼心狗肺，兴许还就不是坏人了。你回来以后啊，我们会帮你找个工作的。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呀，我能干什么？你可以回来教健身操啊。我知道我自己，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吗？他出来了。怎么着，就是他吗？就是他，穿西服的。你看，就在这儿。你们俩坐着别动啊。王菲。你是谁？
少活十分钟。哎呦，黄飞，你可吓死我了！没死就好，吓死人了。啊，这么多！丽丽，这些钱你都可以买个医院，有3万块钱你足够了吗？3万呢，丽丽，你用这钱治病，没人会说你什么的。我可不敢拿，太多了。那剩下的钱怎么办呢？我有办法。什么？被抢了？谁敢抢你啊？几个人？一个？就在你的歌厅门口，我的100万。表哥，你该不是怀疑我吧？你是老江湖了。你想想，那里可有我的30万。我疯了，自己抢自己的钱。三姐，知道不是你，你帮我查查，我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找到这个小子。不会是金湾子那边的人吧？不会的，金湾子人没人敢动我。解报专家什么时候到啊？三团说得请市里帮助。什么？一时半会儿不知道。我过去看看。不行，不可能是假的。天君，要这么拖下去，得拖到什么时候啊？造成交通阻塞不说，也不安全。天君，要抓紧时间解决，你就让我去吧。下决心吧。好吧，江队，你一定要小心谨慎。所有的人都不要动。江队，你不能去，太危险了。什么是危险，我比你清楚。哎，万一是真的呢？那就让他炸死我。闪开，江队，一定要当心啊。
重磅炸弹。参观参观吧。局长，怎么办？哎，放行！一共多少？97万。到现在也没人来报尸。97万还带一辆车，就为了那么一个恶作剧啊！哎，车主找到了没有？啊，正查呢。这是要暴露腐败分子吧？先头是个女的，后来又来了两个，一男一女。8点来钟没人来吃饭吗？嗯，没有，就他们三个。那两个女孩啊，经常到这儿吃饭，就是对面歌厅的。你知道名字吗？好像是有一个姓周的。周娜？好像是吧。那另外那个呢？那个我就不知道了。金总有人找。哦，是曾队长。